有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欢迎支持大家好，咱今麦倒转来第三段，伊完甲吴国安老师，咱过来继续咧切金碗，愈切煞愈金嘛呢哦。啊，咱今麦咱来看讲啊，咱啊台湾的语言哦，足多元的啦，原住民啦、啊，原住民都伊迄个一个部落吼，砖头甲砖尾讲的话就无同款，尤其布农族。布农族的山顶的迄个玻璃的布农族，甲因迄落新义乡的布农族讲的都无同啊。啊，阮客人呢有五种啦吼，客话有五种。唔啦，唔啦吼，六种啊，七种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台湾的语言，你看迄、那个台语啦、吼客语啦、北京语啦，即马个。过这个新移民啦、啊，新婚姻移民哦，遮个语言啦、啊，啊，过来，迄拢免考虑，免考虑，啊，中国人三十八九年来遮统治的，这个统治的这个穿插落，这支上大支，这个语言上伟大。本来语言就是安尼，语言来中国啊。什么人统治了？什么人的语言上大声？你来讲。你若讲咱即摆即号做原住民咯、哦，原住民山顶是封闭的，山顶封闭的隔道起啊都未得过啊，哦，所以伊的语言会有差别，迄是即自然的代志。哦，但是即摆你看讲中国哦，别个咱唔知就闽南就好啦，讲、闽南语的中国，讲闽南语的哦，讲闽南语更是真哦，即个头甲即个头讲未通、哦。我听迄、那个，我看不是听看保养的册啦。伊讲迄个一个福建省吼、喔，有57种的语言啦，有57种啊、喔，迄、那个语言啦，一个姓苗57种哦、喔。你讲这语言要安怎统一？所以伊来这点吼，无啊个比的。所以咱咧讲所有语言的统一度吼、喔，是全世界来这第一第一的。大家使用人口啊，哦、啊，你未通的部分无、啊，你讲我说放尿、我讲放尿，不是？哎，差几音差几，拢会通无？迄个未通的，哦，说台语是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语言区来讲，是统一度是最高的就对了。而且最高的语言都免讲啊，都因为政治的这种问题吼，一直都咁样消不起安尼唔好。但是咱咧讲吼，这个语言一直都是有救星，有救星，救星，什么人是救星？咱即马就讲第一个，咱讲的这个母语的救星就是丹丁啊，丹丁，丹丁，丹丁就是迄阵啊吼，迄阵啊，这个澳洲啊，迄阵啊澳洲拢都爱讲这个叫做。希腊话唔对吼，啊，所以因咧迄阵啊，澳洲有一个时间，澳洲嘛是叫这个回教统治去嘛，啊，所以因可能同款，所以同款就是讲，伊跟你讲，你讲北京袂使讲方言，伊在澳洲迄有一个时间，嘛，拢总来讲拉丁语啊，未使讲地方方言啊。讲地方方言，照常挂牌啊，照常发，照常发。哦，跟咱同款，做唔跟咱同款。哦，国民党发同款啦，迄是自这个中世纪做咧代志咯呢。啊，所以讲但丁伊讲一句名言，讲丧失母语的人，就会失去文化甲生活上的优先，处于落后。对啊，你若母语唔讲诶，为虾米拢？所以当然是丹顶因这些人哦，因发动这个做母语运动。所以母语运动成功诶，头一个是丹顶因了，即摆才有法国话呢，才有德国话，才有遐话咧，意大利话才有这话产生出来吼。这是更加早诶代志。啊，咱讲近代来讲吼，有三个语言哦，互咱真甘心诶语言。三个语言，哦，啊，这三个语言呢，头一个就是我讲啊，土耳其，Turkey， 哈、土耳其话，多尼基话，多尼基吼，多尼基本来是这个叫做奥斯曼帝国内底一个地区嘛，一个地区啊，哦，一种咯，哦，奥斯曼帝国哈、
一些地区。啊，什么帝国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伊是我是德国，我德国，喏，我德国这个含民军，他其实那无民军，还是同盟国的款。同盟国。啊，嘛唔是同盟国。同盟军。伊说唔是哦。啊，无是叫啥？迄阵啊，呾协约国，或者协约国。哦，合约国。啊，协约国，协约。协约啊，哦，协约国。嗯嗯。伊说，迄阵啊，同盟国就协约国。嗯。啊，个协约国，台唔对嘛？啊，当然，第世界大战后来是协约国赢。啊，你奥斯曼帝国未亡去，哦，奥斯曼帝国未亡去。啊，在迄个时阵。这个土耳其哈，土耳其独立起来，啊，领导土耳其独立起来的这个领袖，卡梅尔将军，还是一个真有名的将军，卡梅尔将军领导独立起来成功了后，卡梅尔将军做这个代志，第一，伊把奥斯曼帝国的人拢给赶出来，你怎看出来？哦，并且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，你说个苏联较早的，我甲这条说，乌克兰人拢共一个，啊，这乌克兰人独立起来，伊就甲这苏联人啊灌水对啦。嗯。灌水了，再当清来，这一个国家变成统一国家嘛，吼。嗯。所以后来，伊对伊的文化改造，哦。改造金融变吼，甲迄个所以讲迄个回教的迄个教。教义吼，下面拢改，对，拢改压落。嗯，但是伊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，一个工作，互人足恶了足笑了嘛，一个工作，是个卡梅隆命令，把土鲁克的文字改掉。嗯嗯，迄阵啊，土鲁克的文字是用回教文字写啊，伊把回教文字给废掉。佮用拼音文字，用 A B C， 拉丁文字，就是今嘛的西亚土耳其文。对，哦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。嗯嗯，但非常伟大。迄讲迄个王世英大师嘛有讲到，我继续。一个伟大的工程，但是伊要实施这伟大的工程，嘛是碰到足多的这个困难。嗯，啊，当足多困难的时候，我这个就对国家对遐好，就是最彻底的推行。嗯，结果伊建筑今年也所以。托鲁克对托鲁克国这个国际地位，甲伊这个语言咯，有诶无诶，这个方便。嗯。啊，这卡梅隆，哦，这卡梅隆有对。伊就是有压一支钥匙，通用国际舞台。啊，伊就是，迄支钥匙是虾米咧？迄支钥匙就是改印诶，这个文字。所以吼，伊甲这个文字彻底的改掉。啊，文理改这个文理吼，改文理就是。我相信做动的人可能哦，要咩比赞成的人较侪吧。应该当该是吼，是因历史大战，艺术大战了，这个卡梅隆是个阵型嘛吼。嘿。哦，相当有诶权力，所以该反对的人，佮唔是讲无啦，绝对有的啦。哦，所以太太咧，所以唔敢反对。一定爱安尼，你无用非常的手段，哪会当做成非常的代志咧？绝对会对啦，但是伊的迄个毅力，就是变个就成功。结果，这个卡梅隆是啥人呢？嗯，卡梅隆就是土耳其的国父啦。嗯，你看，人会做国父，是浪得虚名的，不是假呀做做的，讲伊就会当做国父呢。哎呀，国父啊！不是咱这大炮讲伊是国父呢，啊，对啊。哎，人无同款就是无同款，正当的国父，对吧？吼，啊，就是讲有所作为，不是讲你做皇帝啦，做国王了，怎么一堆啊，脚翘咧啊，就安尼妄笑话、妄挂话、妄讲。妄害人，妄安怎就会当？啊，你就会当去就对啦，吼，不是安尼就对啦。人正讲手捂闭起来，啊啊，讲有影迄落北京话讲的，
迄落讲带着钢盔向前冲，咱的咱台湾遮嘛有侪人讲伊带着钢盔向前冲，啊，结果伊冲冲的从钱甲咱冲冲走去啊，拢冲去外国银行去安尼嘿，歹势，我插话。啊，你后尾话攻击真侪真侪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咧讲吼，比如讲迄落其他的即落文化迄边，咱厉害，咱较无啊迄落吼，就是讲在语言方面对无？即个文理改革，文理改革毋是干呐，讲是形式讲啊，即个回教理啊变罗马尼啊咧，吼，变罗马尼后来所产生出来即个方便，甲迄个人的即个意识，吼，刚刚意识。也无共期待，改变去了。对，好、所以这就是后来予人笑念的一个部分的对啦。哦，啊，过来阁有一项吼，阁有一项真正讲予咱娱乐的对吼。钦佩啦，应该是讲钦佩啦。对啦。人有法度将伊的文字安尼大大力度改改变掉去安尼。过来有一个真伟大的文字啦，吼、语言啦，吼、好理由啥？我咧想啦。文诶，语言哦，改文字诶，那亚洲就是韩国嘛，吼，重新建立一个迄落，啊，佫较早进前就是日本嘛，韩国，安尼啦。日本无再来，无再来吼。啊，越南呢？越南伊就越南嘛无再来，无算再来。越南是迄落甲制作诶啦。哦，嘿啦，伊就将迄啰英文字母，啊，搁落去。是民政府甲制作诶。哦，好好。是民政府。哦。越南字伊就顶悬搁加一个翘翘诶，啊，加一个撇一个安尼。诶，声也声调符合，甲台语同款啦。哦哦哦。啊，再过来，咱咧讲是搁只朝鲜诶迄啰汉语，汉文字，哦，朝鲜诶汉文字，朝鲜点哦。这个像譬如讲，咱台语今仔日吼，你讲叫做台语文明在写啦吼。啊，迄、那个汉语派人讲啊，台湾都要清朝管200年，200多年管落来，拢已经一半啦。啊，所以你的朋友啊，迄个啊，拢安尼讲啊。所以吼，都汉语大家都迄个，就是汉语文化内底，所以未使离开汉语文化吼。我讲韩国啊，韩国经汉朝呢。迄哪有可能啦？咱都已经清朝200多年已经灌入骨啦，啊，都已经用汉字都汉字入骨啦。你要改一个文字，敢遐简单？安怎就讲一灌对啊？啊，这摆咱咧讲这个吼，这个汉语路好像韩国的汉语路，汉语要灌2000年，就是咱咧讲啦，你无向灌掉，你则唔在苦啦。啊，以后。中国迄汉字灌掉，灌2000年才再考，才再考才能改啊。系啊。啊，你都无去用灌掉，唔再考。咱无有啦，咱有让人灌掉再考啊，但是咱考无彻底啦。因迄落考了有彻底了，会当起死回生安尼。啊，即摆你讲这个韩国这个，这个韩文吼，唔是即摆发明个啦，唔是即摆发明个，人家是这个。1300年吼，1300年即马算起，已经几千年，咁要几千年啊！即马是七八百年啦，啊，六七百年前吼，人家六七百年前的即伊即个朝鲜的即个第四代君主，第四代王就对啦，就李世宗公，李世宗王的时阵，吼，李世宗时阵的即个一八年，即马咱二孔一六，差不多一四四三年，六七八年前，一四四三年的时候，咱荷兰人来台湾是1624年嘛，就是荷兰人要来台湾的200多年前，一个
迄即个朝鲜的一个王，嗯，伊就发觉讲，那一直是即个汉语下卡，嗯，永远无出脱的机会，我就发展起来，嗯，我就发展起来，对，所以伊个即个国王吼，李世宗，即世宗，嗯，才命令伊内底的大臣，嗯，去研究制作一套平音文字。嗯，平衡文理哦，这是平衡文理哦。嗯，伊甲 A、B、C 同款是平衡文理，这是原文。即马你用的是韩国的原文，你对啦。安尼画一顺，安尼落来，啊，再下骹搁一个迄落角安尼，嘿。对啦，要制作迄一套原文，要来写伊啊韩国话。嗯。但是落可能咧，嗯，这就是讲迄个时代啦哦。嗯。迄个时代，伊所有下骹的人拢管他讲啊。啊，咱都互人管一两千年啊，啊，都归去啊。因无遐尼无志气讲这个话啦。哦。因唔是安尼讲啦。像咱有人讲这个话。因唔是安尼讲啦，伊讲啊，咱呐，把这个汉语用无去啊，啊，改用韩文吼。嗯。咱这个中国优秀的中国文化，咱都无去啊。伊是安尼讲啦，伊是安尼讲啦。中国文化外优秀，伊是无去看迄落优秀的文化，就是讲个中国文化外。无啦，在迄当时，中国文化确实是优秀啊。咱不要讲不平，讲不优秀啦。你这个优秀，你唔知当走你家来，就优秀啦。啊，优秀，优秀才会当通知你嘛。啊，结果这个做这个，西藏是要推行这个根本，推行袂行。嗯。文武大臣怎么捌你诶，拢唔甲你用？皇帝要推行都未行。哦，这人讲你要改文字改啥嘛，爱政治诶带头落去迄落，啊，结果含皇帝都改未赢。对啊，啊，这个代志怎么在坑咧？坑啊！甲近代历史大战，吼，嗯，日本投降，韩国搁在独立起来时阵，嗯，将迄个做。中国会讲契机啊，做机会就对啦。对，哦，伊推行啊，推行由这个汉字啊个韩文南俪这个文，到演变变今仔日两种韩文，嗯，对，两种韩文，啊，这个影响哦非常，对，小化，唔是小化代志啦，这个影响哦韩国哦，嗯，是世界上安尼。有知识之地，不但知识之地啊，行路阁有风，行路阁有风，伊个文化输出全世界。嗯，对啊，伊文化输出。卖讲啥，即马干来伊一个大长今就好安尼哦，甲即马还阁改迄落各国个文字，还阁即马伊迄落拍大长今，迄个安尼一大人拢一大一挂去看安尼。嗯。所以讲韩国伊个头壳，韩国人个头壳嘛，唔是非同小可呢。嗯。系啊。啊，咱即马咱迄落爱等后礼拜才有法度将这故事讲完，太长了。啊，过来，咱即马讲两个，这讲一半咧，啊，搁一个咧，啊，搁一个，啊，搁介长咧啦。你若要爱知影，就较紧等后礼拜拜五，再搁继续讲啦。因为咱要互讲会较幼咧，安尼吼，较深入咧。哦，咱哦，莫受着迄落时间的限制。啊，反正咱就坐一只呢，伊搭来讲落就对。哦，咱因为咱台湾的这个语言。那讲要爱有一个大个迄个组织吼，就爱看讲这领导人安怎啦。吼啊，但是即马咱了还阁啊一百天尔，这新的政府还阁一百天尔。咱心看台湾人，毋知安怎拢有迄个病啦。啊，无效啊啦，我看是无效啊啦。啊，你都戏拉袂看煞，要哪知影有效无？你若知影这关心会死袂死？啊，你嘛毋知影讲这中心会做官袂做官，会起来袂起来，拢也毋知嘛。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咱后礼拜啊，共这个时间拜五下晡时啊，吼，两点外，咱搭啊，我管老师阁共同阁来切金碗，这金碗愈切煞愈金。后边咱做一个坑啊，安尼甲缀起来，安尼金闪闪下啊，互人看安尼吼。哦